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创，今天会分享两样东西。同样的，我这次放比较简单一点，叫看盆跟工具。OK，先跟你说讲解一下，之前我这个盈利下跌了，然后现在又重回580顶点。OK，接下来不懂会不会突破？之前我有讲过到580，至少580，结果当到580，我显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一天就开始下跌。OK，到现在还是回升了500%。OK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看盘那边，看盘所有看盘哦。OK，就我拿 DJ 来看的哦。OK，还有一些东西要看的哦，是在这边。应该是，让我看一下丢去哪里了啊？哦，不是那个特异不。在这里，OK，所以这个是有拿去放在第三本书讲解的啦，OK，所以还有另外放的就是哦，这个只是剩下这么少有气，OK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也少了。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在4点多，这里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4:40之前呢、啊。你看一下这边有这么多的，OK，说有这样多的量的时候，这里有排40个人呢、哦，40个人排的位置就是多少个成啊？那个交易量不知道排的这个价啊，排盘，然后这个哦，一下子后有时候清到干干净净，看这里哦，看一下这个哦，4:08哦，OK，刚才那个我给你看的那个就是从这里应该是这里开始，你看一下，4:40的时候哈、啊、就大量减少了，剩下16个，OK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回去哦，这是尾盘的时候，你看一下就剩下10个亿，这里也就是讲哦他们那些盘是假的，OK，所以这里还有最够力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哦，那就没有了，这基本上只有。几个那些大机构才可以做得到啊？你看现在那些交易量不是小了，你看，OK，排到这样多，谁有这么多货？很少有人这么多货，整百多万哦，2000多咯。啊，他们测的时候，你看一下啊，几公里暖啊？你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盘来的，OK，这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 buy continuous buy transaction 是什么意思。原来哦，这个是和我们这里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啊，这里排多少个人啊？是 OK，排多少个价位的时候是，比如说这里啊，排20个。有人一次的话是，比如说一次吃完的话，OK，他放5000咯哦，OK，这也是一个咯，所以这个是算，但是这个 fight 肯定要是 buy 款，应该是算一个一个，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人排一个盘，另外一个人排2577，OK，事实上不是2577了，正确讲应该是只有500了，OK，这是2423是一个啊、一个排盘，OK，然后这个是两个。鱼还是那个什么，好像吃的时候是吃完的时候是这里不够，因为它吃会吃不够，因为它放5000咯，是不是？还它剩下2577咯，是不是？它就吃另外一个3000咯那边，然后3000咯那边只吃到这里，这里有多少个咯？我们就不知道，除非我们看它一直这样排啊，你看这128啊，128那边我也是可以做手脚，就是我可以减低它的，OK。比如说我是排1000咯，然后我减低128，OK。这里是要跟你讲解，就是。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左手换右手，OK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哦，这样哦，哇，很够力哦。然后看下这个 buy 哦，有97%，就是它一直在5.08那边一直转换手，OK。所以这种股哦，后市是蛮值得期待一下的啦。这是多数也不一定是对的，OK。那我们再看这里哦，只是单单5.08哦，就成交了整700万。OK，这是百千万、10万、100万，这里是100股嘛，一 lot 啊，OK，lot size，OK，虽然是少了2000的，所以我们只是这里只是看的，所以每次越多的真的是百千万、10万、100万，这是700万的成交量。那你看一下这里哦，哇，这种他们的庄都满得空一下，这样丢丢丢卖玩玩，不管玩玩什么花样啊，OK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种啊是看到这里这样多，实际上哦。它成交是蛮多一下，很够力的。你看一下啊、哦，有超过1000 lot 的这里那是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有整20单呢。
然后300到999哦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一个缺陷就是说，比如说就是人家买5000澳的时候是，他是跟着他这里牌价这边 ，OK， 人家吃上去的时候是，比如说他不够的时候是，哎，吃买5000了，这里剩下正确已经是5000了，他是这样分，没有办法喽哦 ，OK， 被那个 lock size 问题出来这边也再算了 ，OK， 算这样5个喽，然后这里也是算是1000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一个交易，就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买5000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买1000，然后第三个就是买，你看到这里一样的是4255嘛 ，OK， 这里就是买啊1100咯 ，OK， 你看一下这里哦，哇，然后这个人啊200多万哦，你想一下，谁有这样的本事哦？这200多万的上下，我们这种普通散户啊，很少这么大的资金，所以跟你讲这些。是值得留意，这种股不是小股哦，所以可以炒得到，我们心里有数了 ，OK。啊，另外一个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哦 ，OK。这里哦，我们看的时候是开始时候啊，它收市的时候，它是在135，在4:45的时候还没到啊，4:50就是有这4:45的时候是那边最后5分钟啊，那15分钟的时候是，你看一下还是收在这里，然后它这里排盘了 ，OK，match 135。OK， 就是一箱我说 match 到完哦，然后这里哦一下子吃到完哦，你看一下那些人吃的蛮狂一下，这是一个人吃的，你看一下，到这里吃的蛮高一下，你看一下算下这里应该有大概是3000 lot 啦，因为1000、2000嘛 ，OK， 然后算这些应该是有3000 lot 啦 ，OK， 大概3000 lot 哦，然后海门又再吃第二单，再吃第四单。这个是散户吃的应该是，然后第五单，这个通常都是他们的操盘手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次完了之后哦，一下子可以排这么高，才那个40多秒而已了，你看一下这里，51.05分嘛，对啊 ，OK， 然后35分减掉它就是这里是啊才30秒而已，才30秒时间哦，他们就可以。做到这么多，然后有这么多排盘给人家，就是说，这里就是庄家需要票，他们在这里会跟你讲这样的情况之下哦，我们在收市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庄家还需要票，或是转手啊，他们不搞什么东西啊，所以这样的情况看到这种是带量上升的哦，所以带量上升是我们可以看哦，这个图那边还是有，希望它这个是 OK 啦。等一下先啊，好，现在就 OK 了 ，OK。看到这样哦，通常我们要加一个，但应该没有量了。这个量哦是上高过前面的那个量哦，这里就看正式跟你讲是开始上升哦。从他们穿这个，如果虽然看的话，这里是test order 就是吃盘了 ，OK。那这里是第一波啊，我整体讲是第一波，然后这个是第二波的话，看很多人很会很杀涌进去。第二波通常是比第一波上升来的快，就是不是快，是疯狂。所以第二波是赚大钱的，这通常上啊 ，OK， 也有情况就是啊，也有一些情况啊，是第一波上到很高的 ，OK， 第二波就是逃命波了 ，OK。所以这东西要怎样区分呢？我们就要看技术基本分析 ，OK。所以这里因为我没有跟你探讨，只是跟你讲看盘哦，看盘那边就多少都避免不了需要看这图啊。不然的话我们会很难做长远趋势来看，因为是看哦 ，OK， 这是看盆哦，按这些东西这样看哦 ，OK， 也看到这些 ，OK，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整体的走势，所以我们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分析的辅助啊 ，OK， 不然的话是很够力的 ，OK， 今天我是跟你讲是第一季跟第二季 ，Icon， 这里只是我的 watch list 而已，你不是 tips 啊，跟你讲啊，然后可以跟你顺便跟你讲这个 ，OK， 这个股啊交易量哦，你看一下啊。平常是很少这种哦，这种也是很可怜的。第一来，你进一千了哦，你很难出票。你出票的时候连两几家，你看一下，闪啊！你看的0.38，哎，不是2.38，2.4是2.45啊，直接跳去2.52，一丢下来的时候就大跌，一上的时候就很简单，看2.57、2.59、2.6、2.6，这种就是人少的地方哦。谁会炒这个呢？所以我不知道，只是看到这里哦，有一个很大的 loop block 啊。为什么？你看现在这里全部是排一，然后这里是6哦，很明显这个就是很这大咖才可以排到这样的嘛。OK，
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这种呢，通常呢是资金多了，他就不要不鼓励买这种，不然的话你也要守到很够力，不然就好像这种哟，因为它的一模一样的，这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很特别的股，你看下，OK，也是很闪很闪的，OK，这种正股呢，做波动是不太适合，通常是比较适合做长期投资，OK，像这个就改变了，因为这个是它的那个红股出来之后啊，股价出二了，OK，那现在你看这还是比较陡啊，这里就看到很大个量，OK，有看到这样的量是蛮不错了，OK，为什么至少还知道后尾还有 C 啊，OK，大致上是这样，有时也不一定的，有时还是这里是出货，OK，所以要怎样判断这个是我们要有很多东西来衡量的，通常我们看的时候要都是后知后觉。我们看到，OK，发生这样的情形，我们肯定不知道，除非我们有跟进，OK，有连接性的消息，就是跟着上一篇我的那 video 跟你讲，连接性是很重要的，OK。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基本分析，这边我们 OK，然后我们就大概知道看盘那边是哪个找不到，可以不可以买进，OK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些东西是一个情报的，我们要怎样把它统合起来，这就看你够不够努力的做功课。有一些人没有做功课就妄想天开啊，OK。就是妙想天开，就是整天想着哇，这个就好。事实上也有假跟真，我们只要判断哦，这个呢，这个路 block 啊，这个就是路障啊，是 OK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是出货还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的嘛。不过这个股这个 top group 还好了，这个 top group，因为它是首发股，首发股的周期性啊是很短的，短到一两年，最长应不会超过5年。比如说5年以内是，它肯定会上升啊，就是你买进了之后哦，它5年咯，OK，它才会下回那个一个周期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个现在会很短，因为手靠股通常是看到那些瘟疫啊，就是它疾病啊发生的时候哦，它才会什么的，OK，才会有看头啊，之后就再平淡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看盘方面我就跟你讲了，OK。说看门不会难到哪去的，然后今天的股市也是蛮不错一下，你看到今天我是有下了2单，OK，说由于是这是蛮吃人的，所以我就不给你看了，OK，然后这里你看一下，的确表会跟你讲这些是蛮值得留意一下的，OK，后尾的时候一突然间变成这么少，刚才看的时候是10多嘛，OK，所以这边我就不讲这样多。再看回去这边哦，应该是 DJ 10124，这个是收市了的，4:53，OK，收市到后尾要是都没有变化了，都是这样了。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知道，哇，这里这样多成交量，700多辆700多万哦，OK，都是来自5.08。所以我们看这技术图之后，我们就知道 OK 这种是可不可以的。就知道我们的那个成交量那个量是主重在哪里，像这样呢，哇，这里就蛮不错了。如果还在5.09更的好，当然，谁不喜欢是5.09，或者是更高会更好啊？OK，所以就看一下它，真的是期望它会好像发疯这样上升了，OK。所以当然也不好盲目的迈进，因为这些东西只是跟你讲，也不一定是对的哦，OK。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里97%真的是来自于508。然后今天刚讲了这个是我看盘，那接下来就讲工具哦。这工具呢，通常我是制造蛮多有自己的工具了，OK。再加上现在是这个是我最新的工具，OK。所以这个工具那边哦，你可以看到哦，是基本上哦，这个工具我是哦，不用紧，这里有它的方程式来做出来的，就是说。你需要更改这个 brokerage fee，还有这个 minimum 是多少？Specially 这个通常是你要问你的 remainder，如果是交易通常是这个数目啊，也就是10万的时候是它有多少？通常是减半啊，因为在我很常用 margin 来现在 margin 来交易的，margin 呢是蛮高的，margin 是这里是0.42，然后 specially 那边就0.21。由于我交易量很大哦，这里就是0.21，然后当天的话它也是回扣更多给我。回扣的时候，因为我也有玩intraday 啦，就是这当天买卖啦，那边都蛮不错的盈利来的。OK，
So, 然后这边是最高的，就是这里是不需要改了，GST 也不用改了，这个也不用改，lot size 也不用改了，除非换去十的时候，那时才另外讲啦，OK？然后 pocket fee 那边哦，你的或许是0.05或者是0.08，然后这 minimum 不一样的嘛，这是你要改的，或只是这两个，然后这两个哦，就是看你有多少资金哦。比如说我看上了一个股，OK，我手头上哦，最简单一点啦，我有10万，OK，然后我看上 DG 5.08的时候，我可以买多少股？你按下去的时候，你看到19了，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直接如果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哦。OK，如果以十啊、就是不是10万，是1万，这里是一十千了，不好意思，1万的话哦，我就可以买到19万耶。OK，so 19万那边你可以乘回去也是一样的，大概是那个价钱啦。OK，十九万，因为我们当初我们不知道要多少，OK，没有可能买到20万了。OK，十九万哦，也就是1900乘5.08。OK，所以这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多，我们别忘记还有水钱哦，交易费哦。OK，所以交易费那些是不会贵到哪里去了。大概是这样的，因为这里算买那些交易费加加买，大概是这样。哎，等下先拿，有没有算错了？5.08乘19.00啊。个啊，对了，没有错了。因为我是以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计算哦，也就是说，我这个方法是它大概是有一点点那些测试，因为我是以 OK，我方程是这样，是这样算的 OK，以这个一万啊。你直接以这个一万，OK，就十千啊，乘以这些 brokerage fee 来讲的话，它就得到这样多。OK，so，这里要去看一下，乘点一除100，就10块，也就12块啦。OK。一万的情况下，是不还是要给12块？然后接下来其余其他全部都是一样，然后减掉哈，那我先拿，剩下来可以多少？所以这边减到完了是9974，要9974的时候哦，点一，这个就是我先把减掉这些费用先，就剩下这个费用哦，这个费用哦，我才考虑，买5.08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是大概是19点多啦，OK，这里我也没有可能买20 lot，为什么呢？20 lot 的话哦，乘5.08哦，OK，so 再乘100啦，所以已经是过了啦，没有可能你是20 lot 了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哦，我们就只能买19 lot 啦，OK，19 lot 就是你可以看在这边哦，大概是还有那个100多块那边，然后我们也别忘记其他东西，很多东西要计算的。就像看到，你看到5.08，再算回去5.08。如果你们以为我又刚才算错了，事实上是没算错。20 lot 的话，你看一下是这样的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 lot 是100股，所以乘100，所以500多没有可能了刚才，所以你看一下19 lot 哦，是1900乘5.08哦，就是这个数目了。再加那个508，基本上是超过了，是没有可能了，是。所以这个是你最多可以买进的，因为这个我已经是算得很好，OK。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到，你还有多少，大概是100多块样啊。这个只是计算它的那个什么东西，OK。我还会改善一下的，因为这个只是还在测试的阶段，OK。所以这个我可以免费给你们，所以没有紧的，OK。我没有说错，是免费，真的是免费给你们，OK。所以这边真的是要很感谢。OK，如果你们真的看不清楚的话，免费是怎样写的话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免费哦。所以免费就是你只需要去这个链接，OK，这个链接那边你只是打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导入下去。这个是它的 Excel 的，你的 Excel 一定要是2007以上，2007或者是以上的版本才可以开测，因为这个是Excel XB Mode 有一点不同的，OK。
So 这边我基本上是没这个上传的是看不到它方程式，然后刚才我就是跟你讲它方程式，然后我是用 Excel 来放上去的，所以我不就不要按计算器了，OK？所以我下次我只是要买买股的时候，我直接打我有多少钱，然后我买了股是什么价位，然后我直接知道我可以买多少 lot，OK？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方程式来的，就是这里开始啊，这从第十啊。到第十六，全部这里就是这 B 十到 B 十六，全部都是方程式来的。OK，这方程式是 Excel 那边不会难到哪里去的，不过你也不需要去烦这东西，用这个工具就好。OK，哎，市场上好像也是没有这个工具，然后我也发觉到很多人在用这，然后我学生要计算方面哦就没有我这样灵活，因为我按计算机是蛮快一下，大概这个按钮知道是多少了。OK，然后我也可以我穿了一些工具哦，那直接他们打下去，我也是知道，因为脑筋转得快，OK，所以这样的原因哦，当然这里我一放有你看到有一个 comment 哦，就是 key 和这按这两个哦，然后你即使要真的是改这四个的话，哦和我的一样的话就不用了，这个应该是没有十二，没有记错，我的其中最低应该是6块钱，没有记错，OK。放高一点也不用紧啊，OK，所以这个大概是用这样的，这个就是 brokerage fee，这个就是水钱了，OK，交易费那些很多杂费，你看上有 brokerage fee 啊、carrying fee 啊、GST 啊、stamp duty 啦，这些才是很 default 的啦，OK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再回去这里，OK，所以这个链接你是拿去，这个是 link 去我的那个 Google Drive 那边，这个我已经是简单化了，然后你们可以拿到这个 Excel file 的话是会方便你们。为什么我要制作这样多工具呢？工具是很简单的，是方便我们减少我们去思考的那些做其他不必要的东西啊。就是说，如果用计算机的话，但是我需要用10秒来计算出我需要买多少股，然后我用那个的话，我不需要3秒，我再按下去就可以了。我打得快的话，可能是。就是5秒以内啊，最快是2秒啊，2秒啊，除非你的电脑真是很慢啊，这个就另外一回事啊。所以工具方面哦，这个辅助方面，我们可以省了很多时间。所以那些时间我们省下来就是什么，就是做更加有意义的东西，比如说是检查那个股啊，看走势啊。OK，在这些买卖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尽量简单化就更好。那你看到这些只是其中一个。我在当你进入我组那边是，如果你是作为我学生啊，OK，所以我这个组那边除了可以跟你讲这些东西啊，像技术分析的术语啊，就是一直的不停的学习，OK，会跟你讲什么是三星底啊、三星顶啊，OK，这些哦也是有的，OK，这些就是它的连接。所以那边外面说的是很少，因为他们以一个叫做 Evening Star，就是午夜之星应该是 OK，然后和早晨之星来取代了，一样的 concept 来，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他们是三星顶跟三星底，只是这样而已。你看一下他们的形状哦，和这两个是一样的 OK。不过这些东西都是转变呐，如果你明白的话，基本上是不用。但你看去的时候，你一看到这个，你按道路就可以了 OK。这个你看到 purchase unit 啊，看到吗？SLSB 这个 format，这个 format 啊不是。很多 Excel 就是2007，你组织你2007或是以上的就可以了。OK，这个连接记得打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倒回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东西。OK，当然这些东西只是其中之一，我可以免费的给全部是我学生的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哦，那重要性啊，他们就听到哦，我会在2018年在教课。那个是有一点算是很好笑了。他们就讲等不及啊，这个是很可怜的嘛。我们买了股之后，要等，要要上要什么？要等它上升的时候，都有一个等字嘛。它是上升还是下跌，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要等嘛。所以同样东西，你也是需要等嘛。OK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当然我。不是白白的跟你做什么东西，因为我还会在组里面跟你讨论，OK，所以有一些东西，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直接可以message 我。当然在这里只是单方面啊，你要记得啊，像这样的东西叫做单方，这个是单方面的交流啊，OK。
所以这里你看得到我跟你讲东西，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了，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来找我，然后就是私底下，就是当这个前提是我学生啊 ，OK， 因为如果是每一个人这样哦，因为现在的 YouTube 那边都有蛮多 subscriber 了，但是蛮谢谢你们的支持 ，OK， 为了方便，当然我会一直这样子做一些东西，然后给你们大概了解一下，都说最简单的我去 dashboard 那边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哦，我是自从制作了一个那个 video 之后，我的 subscriber 上了192，也就增加了整65个 ，OK， 蛮短期里面就增加了65个，蛮不错了 ，OK。那时候像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，一就是来我今年2016年12月11号的那个入门课，来更加了解，或者是你可以抄一大堆那些看到这些 YouTube 的东西，那当那方面的时候跟我讲解。所以这个教材叫做双方面的交流，就是在这个课程那边哦 ，OK， 我也是会定时的举办一些入门课来解答这些问题 ，OK。如果你负担不起那些整套课程的费用，不用紧的，你也是可以来入门课。入门课现在我还没有提高那价钱啦，因为我的这个微抽都还没有达到蛮高，高过这个的时候那时才打算啦 ，OK。所以现在还是688而已 ，OK。说、so, 再迟一点的话，我可就是过了12月，今年12月过了之后，现在12月，距离12月应该是11还是10号，现在是9月了嘛 ，OK， 不是很久以吗？你看对，11号，星期日来，星期天来 ，OK， 所、so, 以这里9月，现在是9月8号来看的话哦，就是说还有等大概3个月3天的时间。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可以把我所制作的 video 那边是做一些笔记，因为我那边有放大概至少半个小时的那个问答时间，所以那边你在那段时间呢，你可以跟我讨论东西的，不用紧的，就是除了我在那边讲入门课那些东西之外，你还是可以跟我讨论这些，那么我们才可以看到什么问题，然后我在这 video 那边才可以改到更加好，然后当然也是要谢谢你们支持我，然后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， 我也是希望你可以介绍我这个 YouTube 给更加多的人，然后更加多人可以受益。至少我可以跟你讲的东西，就是一般市面上可以看得到啦。一般市面上跟你讲的全部都是这些图，再不然就是很无聊了。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哦，可以很简单的东西哦，做得很复杂。OK， 先讲这 Century 哦，这个 Century 就很好笑了，我就看到哎。这么一块多这样上升到这样多，然后进出新闻咯，一出新闻的时候就下跌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它是收购是145啊，你要清楚知道，如果真的是145的时候，你要看回去以前的那个东西哦，有一个历史的哦，历史的就是在这边 ，OK， 所、so, 以这个 BJF 就是收购在这段时间啊 ，OK。蛮久了的时间，这里啊，看一下啊，它真的是里面啊。如果你真的看不到，不用紧，我可以把它放大。一出这个新闻之后啊，正确来讲是应该要 limit up 的，你根本都买不到那个价钱了、啊。OK， 说、so, 这里我再调整一下。所、so, 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哦 ，OK， 说、so, 开市收市，它是真的是有这一天哦，这一天有整30.2%，这个拉住啊，由底高高啊，有30.2%的增长，然后这个也有26%，这两天这三天里面抓到这天了、啊，不过你没有机会抓到，为什么？你开的时候你就直接给它。这里就是很疯狂，这里是讲他全盘收购了那个Starbucks 的生意权啊，在马来西亚的 ，OK， 然后再回去，现在哦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是哦，十人六骨啊，刚后尾的时候，然后现在回到降低，所以这股啊，如果我们放远一点看哦，你要知道。该砍就砍，然后你不然的话，你就一路下，
所以这样进展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哦。我会跟你讲解这些东西 ，OK。在入门课那边也是有讲解这些东西 ，OK。然后也跟你讲到另外一个方式，看你会不会灵活转变，那边就比较简单明白。这东西很多人会跟你讲 ，OK， 这样。那时我跟你讲这边嘛，那时一讨论，那时就是刚好跟人家讨论哦，就是你出一个羊主，然后这两个就形成了我们叫做那个 bullish harami， 因为在下跌趋势中。出现了一个大阴烛，然后里面一个阳烛，阳烛在阴烛里面，就好像一个孕妇，就是哈拉米哈拉米，然后在下跌趋势出现这个，我们就称之为，那个 bullish 哈拉米，是一个转换信号来的 ，OK， 然后这里的上升再上升，就这样了 ，OK， 所以这里那时还有人跟我argue， 就是在飞送那边跟我讲，哇，还没有高过那边，没有高过不用紧，最起码还形成了一个。信号 ，OK， 然后这两个量不是开玩笑的 ，OK，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有一些人也是我可以看到是特地去诋毁我啊，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，这东西跟你讲，都是一个几率诶，它会不会上升我们还不知道了，我们只是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计划策略 ，OK， 所以至于今天我只是跟你讲，我会跟你讨论这两个，所以其他东西会在下次我在制作 video 的时候才讲解啦 ，OK， 所以今天我只是没有什么特别给你看一下这个，我又重回了500%，我再一次跟你讲，再重回500%，之前是570总570，所以那时我放上去的时候。还没有到那价位，那时是最高是到570，之后就一路下跌 ，OK， 一放上去再上，然后一路下水。那时我这里跌到好像是300多%，因为这个是做成绩的，所以没有在这个户口那边再进行买卖，我反而把钱转去另外一边买进买出买进买出，蛮爽一下的 ，OK。这东西我也发现到不能全部人都学，为什么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那个上下。OK， 下跌的时候那些人会呱呱叫的，通常是赚不到大钱的。OK， 下跌的时候是看怎样的下跌。OK， 像那些操作那些调整的，这个就变成有点马后炮了啊。OK， 不过事实上我是有讨论的，就不是马后炮吧。OK， 像这样的哦，你看一下20天的平均移动线那边是没有什么量，上涨有量。下跌无量，看到吗？这里是没有量的，然后开始上涨回的时候，量又来了，所以这点要会分哦。技术分析不要学到半桶水了，像这种无量下跌这种啊，才是最恐怖的，要等到出了一个信号。这两个就是那个 engulfing， OK， bullish engulfing， 这个阳烛可以盖完里面阴烛。和刚才那个是相反的，就是和那个哈拉米是相反，我们叫 engulfing， OK， engulfing 是下跌趋势中，我们这里就称为 bullish engulfing， OK， 那不知道什么字的话，你可以去Google 一下 bullish engulfing， 我不好意思打错一个 B 了，然后另外是 bullish 哈拉米，你可以去打一下，这个是他们英文那边可以看到。然后是这是牛市吞烛，没有记错，这是牛市孕妇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检查这两个，然后这东西是那个蜡烛的转换形态的，在我技术分析的书里面也是有讲解，因为现在我没有那个打算要出就是出售我的那个电子书，因为我在探讨很多东西。改善那些东西，然后打算在2018年，大概是7月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在一般市场，就是好像popular那些啊，那些看到我的书的踪迹，那时我可能会改一些用其他的笔名啊 ，OK，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会跟你讲，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就继续看我的 YouTube，OK，、okay? 然后从当你有能力的时候。你才可以打算去，不是立刻进入门课，我不会跟你讲，立刻进入门课，才去那个买我的书。当然，我只会在2018跟2019年这1年半，只一年半的时间开6堂课，第一堂课已经满了，第二堂课已经有第一个有一位报名了，然后那个是英文的，
所以由于英文那边我还没有开始制作相关的 video， 因为我一制作那相关 video 至少有20个人会来报名，因为他们很多我的朋友那边就是很多本来那就很多香肠，他们不大知道，不大会听华语，也只是会听英文。由于我是两方面都会的，我学英文也没问题，学华文也没问题。然后我也有看好像这类书，这个我是看到目前到看到这里就没有再看了。OK， 所以等下我还会再看的，因为我看书是蛮快一下的。OK， 就是一天可以看400多页，只用1个小时不到，我只是有时更夸张，就是用用脑里面记着的，就是5分钟以内可以看完，不是5分钟，应该是2分钟以内看完200页。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那个大脑来复习，就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可以吸收新的知识，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这些技巧哦。OK， 是从一些地方学到来的，也多了这个原因，是所以我的学习能力是每天都在增进的。同时我也是尽量的学习怎样讲解，不然的话是我跟你讲那些东西你不大明白，这里才是危险的。OK，然后一些很基本东西还是需要学习，不然你不知道怎样看啊。然后同时也是我们看一下哦 ，OK。现在的是有一点蛮看到的是蛮危险，为什么出现了一个这个哇？然后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上吊线呢？因为在这样看的话哦，说它是假还是真我们不知道。它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小心看一下这些，在顶部这些出现了之后就下跌 ，OK。所以这里会上升还下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是看一下 OK， 然后再看一下其他走势，70大股也是出现同样的走势，也是出现了一个差不多是十字形样，这叫 spinning top OK。 然后 FBM small cap 就是这个才是最重要哦，这个就看到很好，市场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跳高缺口 get up OK， get up 了一个两个三个，可以讲是现在是小股当道了。之前人家讲是7月8月的时候是仙股当道，现在我看得到了 OK， 上市现在才是正式开始，9月时候才来 OK。 所以你看8月尾的时候一直连续下跌 OK， 下跌到这一天就9月1号才开始回弹 OK。 所以可以看到9月投资蛮不错了 OK，至少目前为止上看到是蛮不错的。然后再看创业板，就是我们很多那些仙股啊都是归类为这一类，所以这里看一下哇，仙股方面就不大鼓励，为什么？你看一下还是下跌 OK。 那上升呢，这里看到好像在上升，结果没有，还是继续下跌，这里上升了3天然后再下跌，所以接下来还会不会，因为没有那个成交量的话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价格移动，在这样的情况说实在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做了 OK。 所以就算我放那个什么 MACD 啊 OK 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OK。 所以今天看了讲了几久哦，38分钟都讲了蛮久一下 OK， 讲了超过这两个东西 OK。 所以工具方面记得要来这里，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那新手朋友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去介绍他来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OK， 这样至少我做的那个 YouTube 那边我知道有人注意，那么我就会有那个心机去制作更多的 video， 因为要制作出来也是需要时间，然后这个要买这个，你看到这个移动这个东西原色的这个software 也是不便宜啊，1000多块啊 OK。 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是蛮多问题的话OK， 我会建议你们真的是在今年12月，就是2016年12月11号的时候，就是在来我的入门课 OK。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如果是经济情况允许之下的话，就直接来我整套课程，整套课程会比较全面，因为我会跟你讲的，除了这些东西，我会跟你讲很多东西 OK， 说蛮多了。在这边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还有讲解的是蛮多东西，我会给你跟进，然后给你阅读。如果你没有阅读的习惯是蛮可悲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投资世界里面你要
要读蛮多东西的，新闻方面呢，连报纸报啊，连这图也是要读。我基本上每天都会阅读至少100到200，每次一个人是200个图，因为我有放一个叫做我的 watch list 嘛，so 这个 watch list 嘛，OK，所以你看到 listening view 这边蛮多一下咯，OK，有一些我是 remove 掉，然后再什么，大概是这样，OK，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，希望你们来得及。那2018的时候，大概出华语版本的是有理财方面，然后理财是一本，然后那个股市入门，然后基本分析、技术分析，大概是4本书。OK，说那边有华语跟英文，所以那边总共有8本呢、啊。你也不要傻到全部都去买到完了、啊，因为我的华语那边有放那些英文的那些词语的。比如说，Bucharami 是孕素吞足，哎，不是孕牛市孕妇，讲错了，不好意思，OK，牛市孕妇，说、so, 牛市孕妇是 Bucharami 那个字我会放在那边的，说、so, 如果你真的明白华语的话，当然是买华语比较好，至少你会了解的比较多，然后那边也是要知道一些英文词啊，因为有时读英文比较简单啊。英文那边它的词只是一个缺陷，就是没有华语这样精准，和精就是我们可以讲得很仔细的，给你知道什么问题的，就是只是分分钟，好像你看一下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就是这么简单的2个字，我可以讲你讲很久，所以现在这样讲讲，现在就讲40多分钟了哦，OK，so 今天的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观赏。